呢度唔系 fan 级，唔系战场，只系我哋都中意睇 TVB 啫。好讨厌 TVB， 冇问题噶。呢度唔适合你咯，唔好浪费时间啦。温馨提示：留言注意事项，严禁爆粗、人身攻击、政治上身、搵交嗌嘅咧，麻烦请移玉步去第二个平台啊。若果你对呢个平台有好多疑问咧，另外网站啊，为你精选咗几集节目，可能帮到你噶。有啲嘢咧，我以为攞咗咧就会不了了之噶啦，结果寻晚咧，哇！突然之间又洗版，讲紧嘅系嗰个全球八大型男美女选举啊！喂，之前俾人笑咗好耐噶啦。嗱，呢个选举嘅始作俑者咧就系美国嘅娱乐媒体啊 ，TC Candle 啊，1990年开始咧每年举办嘅全球八大型男同埋全球八大美女选举啊，点解今年突然之间咧深受香港嘅传媒啦同埋男团粉丝嘅关注呢？因为咧，2022年开始啊，就增设咗一个咧货金嘅提名啊，只要俾月费咧，就可以提名你嘅偶像噶啦。咁啊，至于投票权咧，升级加码咧就可以，咁啊，即系提名入围得奖，咁啊，只要咧不停货金就可以。啱咗一半啦，都需要努力嘅，努力嘅咧唔系艺人本身，系佢嘅粉丝啊。嗱，年头咧我哋都分享过噶啦，咁所以咧有咗小蜜蜂呢一个代号啊。今朝早咧有朋友啊同我提起呢一个选举啦，问飞天爷爷喂有冇年初时候咧男团粉丝公开嘅教学截图啊？咁啊上网 search 一下啦，好彩俾我揾得翻。咁朋友咧再补充咗一啲最新嘅资料俾我啦。嗱，今集又嚟研究研究啦。我哋先嚟重温一下男团细一粉丝提供嘅教学啊，标题系以咧每日啊过九咧作为招来嘅。喂，价钱真系相当吸引噶。平台是嚟自大家十分之熟悉的 Patreon 啊，咁啊要得奖咧，先要入围啦。第一步俾钱做会员啦，每月系$3，咁啊平日翻工咧系开工之后出粮啦。嗱呢度咧唔系噶，系出钱啦，又出力咧系冇粮出嘅，系带钱翻工啦。好啦，系时候开工啦。在 TC Candela 的 Patreon 平台不停地留言，记得用英文，除了强调偶像的颜值高，都要强调偶像对音乐的热诚、热心公益、关心弱势社群、心善则美等等。补充一下，以上是来自男团细一粉丝教学，不是我写的。今次重启教学咦，好像又突破了另一条盲肠。文中提到的喂提名原因呢，可以考慮加入得獎啦、熱門歌曲同埋獎項嘅連結嘅，咁加強咧 TC Candela 對細一嘅了解。男團俾飛天爺爺嘅印象係咧，粉絲好重視點擊啦，同埋任何嘅獎項嘅，而獎項咧大多係嚟自流量嘅，通通咧又係點擊話事啊，所以一直以嚟咧千方百計去催擊點擊啦，過百萬咧已經係唔夠數噶啦，要過千萬啊！呢一啲成績喺呢一類喺面上貼金嘅活動咧，就變得好有用啦。教学提供了一系列的 hashtag 啦，咁啊一嚟免得有人白做啦，咁啊二嚟咧系加强成效啊，仲有一大堆嘅指引咧就唔喺呢度分享啦，非常之有系统。呢一方面咧，飞天爷爷已经喺节目里面咧系不止一次啊，赞扬男团粉丝咧嘅统筹能力噶，咁啊事实咧系比好多民间嘅粉丝团咧系更加专业噶。活动长达一年嘅，咁啊除咗要努力一年咧，咁啊都要记得货金咧系货足一年嘅。提名每个月咧要俾$3，咁但系要得奖咧，喂钱系唔可以悭嘅。最迟6月嘅时候咧，就必须要加码月费啊$10啊，先至可以得到咧投票嘅资格。嗱，唔好偷懒啊，唔好悭钱啊，必须要系连续参加6个月以上咧，先至可以喺12月投票嘅。飞天爷爷简单计算一下啦，头5个月嘅月费就$3啦，6月开始咧就$10，每人咧一年咧就系$85啦。官方平台以8算计，咁啊合计大约咧就系$680港纸啦。
睇下今朝早朋友俾我嘅资料啦。全球加码至到$10嘅会员咧，系有1140人嘅。单纯以1140人计啦，咁啊，当佢哋一月到五月咧嘅每月都系支付基本嘅收费$3，六月开始咧就加码$10啦。全年咧就有775,200港元账面嘅收益。咁呢次嘅活动参加人数咧就肯定咧唔止1140人嘅。咁啊，甚至有理由相信。有更加多人早在六月之前呢就已经支付$10的月费。活动是以全球计的，粗略估计全球八大型男和全球八大美女呢至少带来100万账面的收益。在这一年里面，日打夜打留言，日点夜点 MV， 出钱看 MV 卖广告，出钱加入 Patreon， 出钱出力都是乐迷了。官方几乎就是代代平安，真的懂做生意。偏偏 TC Candler 就是看中粉丝的好胜心，一个选举就已经坐拥一年过100万的收入了。不过相信 TC Candler 都始料不及，最踊跃参加的可能是来自香港的小蜜蜂，真是犀利。货金奖成功送男团4成员进入十大啦，女团一名成员咧都入咗10强，咁啊最终得奖名单咧仍待官方公布啊，咁但系已经包底咧成功跻身喺全球100大嘅啦。辛苦咗一年，課金咗一年啦，終於為偶像爭到個獎啦。咁啊，呢個獎項咧係用錢用努力換翻嚟嘅，得獎嘅咧其實應該係小蜜蜂啦。飛天爺爺咧都順帶咧想頒一個獎俾 TC Candler 啊，最有生意頭腦獎。哇，最終咧贏家唔係所謂嘅世界100大啊，係 TC Candler 啊。诶、hey ，有人反驳喎，喂，咁简单，点解唔见曾志伟啊 ，Super Tiger 啊？有人即系为佢哋货金买奖咧。嗱，首先啊，要曾志伟同埋 Super Tiger 嘅粉丝觉得咧，咁样做系有价值先得噶。咁啊，第二咧，讲咗好多次噶啦 ，Super Tiger 咧只系新春一个活动嘅临时组合嚟嘅，唔系一个真正嘅男团啊。攞嚟同男团比咧，太睇得起 Super Tiger 啦啩？定系太睇轻男团咧？嗱，再讲啦，咁样反驳啊，即系间接承认货金买奖咯。虽然留言咧就唔喺我嘅 channel 上面啦，咁但系留言注意事项咧，喂，留言真系需要冷静冷静嘅、哦。依家嘅奖项大都需要粉丝付出努力嘅，音乐平台粉丝要日煲夜煲啦 ，YouTube 嘅人气影片粉丝咧又系要日煲夜煲嘅。不过飞天爷爷仍然坚持我嘅准则，一个人买100支汽水同100个人每人买1支汽水咧系有好大嘅分别嘅。直播收视咧实报实销嘅，串流点击咧可以一个人好多部机无限轮回啦，当我老饼咯，太实在喎。喂喂喂喂，又讲 TVB， 有冇其他嘢讲噶？有，嚟我另一个 channel 啊，是这样的飞天爷爷，连结就喺今集节目结尾嘅画面左下角就见到噶啦，记得订阅、哦。Hello， 我是飞天爷爷，一个写小说、写专栏的作者，喜欢画画、听歌、看电视、看戏、煲剧，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斜杠族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，不妨订阅我 channel， 然后按下这个铃铛，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的了。最好帮我 share 出来介绍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